受伤了。啊，没事儿。这哪没事儿啊？来。好了。就一个小伤口，包成这样，不太合适吧？这绑总比不绑要强啊！你都帮我挡了飞行器，我帮你包扎伤口，咱俩扯平了。你机器没事儿吧？没事儿。做一些冰激凌，你放到冰箱里慢慢吃。不行，我会控制不住吃很多，身体受不了。那怎么办？莫非你要我每天都给你做冰激凌啊？好啊。就这样，我们达成了奇怪的冰淇淋之约。这几天到了晚上7点，我就去他家给他做一个冰淇淋，不多不少，没有越界。木木说的相生相克，我觉得有的缘分可能就是这么奇妙。我就这样给他做着冰淇淋，看似平静，却有了微妙的变化。他越来越爱笑，我的运气好像也越来越好。我们总会在山顶不经意的相遇，我画着我的空中楼阁，他做着他的飞行测试，互不打扰。但我总觉得我们之间会有更多的故事，不会是两条不相干的平行线。
去我就给你做冰激凌。谢谢。吃了我的甜式冰激凌，是不是瞬间感觉头脑清晰、神清气爽？哪里不会点哪里啊！你喜欢画房子呀？对啊，我特别喜欢星月山。你说这么好的地方，要是能建一个背靠青山、面朝大海的小房子，那该多好呀！白天呢看大海，晚上看星星，想想都觉得很爽。那你怎么不建一个？你傻呀，建房子不得政府批地同意啊，不得花钱建啊，我又没钱。你没骑车啊？来，我送你。喂，怎么了？出事儿了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我马上回去。我要去趟公司。我正好回店里，我送你。快点儿，墨迹什么呢？来。哦。好啦，到了，你快去公司忙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拜。哎，看什么呢？你不说出事儿了吗？哪儿出事儿了？我这不抱着呢吗？灯牌掉了。我怕漏电，我一直都没有敢弄。可能我上次没装好吧。嗯，行吧，我来。嗯，把我这摘。帮我扶好了。嗯，我可不想再挂在房檐上，太丢人了。哎谢谢。你俩都这关系了？啥关系？